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源。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戏的喜爱，也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。谢谢。刚才魏璎珞读几年说，其实贵阳和咱们成都啊，这个语言还有饮食文化都很像，所以今天有没有打算大家一起出去一下？没有，今天下飞机，从机场到酒店准备的路上，本来打算买一点吃的回酒店，那结果到了那个店以后。就受不了了，手机在那吃吧，我忍不住了。他不是透露您去吃大猪蹄子了吗？我就吃猪蹄去了，去蹄花去了，蹄花吃那个蒜泥白肉去了。那所以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很喜欢吃的成都？火锅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，我们因为其实是我们都在戏上，来参加这个表参大会，其实很开心。但能多留一点时间其实最好，但是因为。剧组拍摄也比较紧张，所以没办法吃火锅了。书就相对的，对，可以留一点点的这种遗憾，下次再来吃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媒体。然后刚刚那个吴谨言说，就是在剧组的时候，您老会给他带很多好吃的去，所以就是您和他都属于那种就是嘴特馋的那种吗？我真的是一标准的吃货，一般我到什么地方，我先得打听当地有什么好吃的，然后如果。实在没有好吃的，我会让朋友给我家人给我从家老家或者哪儿寄我要吃的东西，因为就民以食为天嘛，对吧？先要吃好了才有战斗力去工作，这是很重要的。